学会了这道东坡肉，家里来客人它就是你的拿手菜啦。焯好水的五花肉打上十字花刀，砂锅底部铺葱姜，摆上五花肉、五个干辣椒、八角增香，一袋万能红烧料，一罐88年的啤酒，加半碗清水，盖盖炖煮50分钟，这样做的东坡肉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喜欢赶紧弄它。